各位同学好，二之三的范例一没有什么特别的，那就只是把执行公式拿来算。执行的公式就是质量乘上位置，全部加起来，一号质量乘上一号位置，二号质量乘上二号位置，三号质量乘上三号位置，再除以总质量。那 y 方向也是，x 方向是一直线，y 方向也是一直线，两个坐标轴的执行位置可以分别算出来。10公斤乘上一号，它的 x 坐标是负二，加上20公斤乘上二号，x 坐标是一，再加上30公斤乘上二，除以60，这里算起来是一。第二个，10公斤乘上它的 y 坐标是三，20公斤乘上它的 y 坐标是三，30公斤乘上它的 y 坐标是一，除以60，所以结果是二，所以答案就是一二，就这么简单。